今次亞運在杭州啦，都是我的第三屆亞運，咁啊好期待，咁啊又係等咗五年後，咁我哋一直都好努力訓練，咁希望可以打得好睇啲俾大家睇，因為我知道大家好支持我哋運動員，好支持劍擊，咁我都好希望可以打得精彩啲、靚啲，咁打多幾場，咁我可以大家開心啲。我的心情其實都很期待，同埋都緊張，因為始終亞運會喺即係對於我哋香港運動員嚟講，都係一個我哋很重視的比賽啦。所以即係兩年前即係決定重返港隊之後，又在呢個好多好強的隊友的情況下，咁又爭到去亞運會呢個資格，咁我都係希望可以即係做到最好，即係可以突破到我哋上一屆的成績了。